26日，吴宇森一身半透视裙出席新专辑影像会，吸引数十名歌迷到场支持。Carrie 当天帮两名幸运粉丝亲笔签名，亲切互动。不过日前日本组合 AKB48 在握手会议时就被疯狂粉丝刺伤， Carrie 也是因此减少性感，怕发生同类事件吗？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对，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歌迷也很有信心，他们不会做出一些很疯狂的行为，所以我不太担心。新专辑问世，当然要分享喜悦。问到会否赠送新专辑给旧爱余文乐时， Carrie 却刻意回避问题。其实我每一次出专辑的时候，我都会叫我自己的朋友去买去支持，因为像现在我觉得唱片市道也不太好，所以如果真的有朋友的话，他们会花钱去买唱片，我觉得就很棒了。有没有叫他买？没有，我就是说所有的朋友都会去买。这种事当然是要自觉了。